造成咱的受受伤、受伤，咱的五蕴，啊五蕴当然蛮痛苦。嗯。会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咱爱安那，一定要有主觉。咱要有主觉啊！咱对这项物件，吼、哦，咱的知识也好，咱的智慧也好，咱拢爱有自觉啦，吼、哦。你有主觉，你家己才会当安怎自在。咱若无自觉，咱该自在。嗯。心内拢一直拢伫许执着啊，一直迄个讲法咧讲啥，吼，咱来自在啊，吼、哦。来，哎呀，咱拢伫道中咧听道理啊，咱有法度通去得到迄个大道，胜利集团，就是咱身份应这个事，应这个业，啊，搁这个机，搁咱应咱将江苏，大家来甲咱说话。哦、所以这些东西要引领咱家的众生吼，入咱的真理吼，啊，发起伊的世界，啊，希望咱会当安那去互咱人生的这个真谛啦。哦，啊，无需要上去，不爱去动物，有啥物要互咱人？天地人，人在中间嘛，对不对？人就是安那，天不给，地不给，互咱人来安那代天宣化嘛，哦。啊！你讲的，你无你啊？交代一只，咱讲交代中国水，伊嘛有灵性，伊嘛会拜佛吼。哎、哦，遐平头拢会传，啊啦，是真正假咯？唔知啦，爱交代经过训练拢会啦。但是伊敢是真正有迄个佛性？不一定，有时候是模仿。你甲教就会啊。你看大象，你叫伊伫遐打迄、打迄球，伊嘛会啊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迄个猴子叫伊走钢丝，伊嘛会，迄拢是模仿。啊，伊敢真正有佛性，伊个灵性，他们是共款，但是佛性，伊无像咱人的地位遮尼高，无像咱人的地位遮尼高，所以讲，上天伊叫咱人来度化这个世人，就是为了用伊，因为咱人凡知影遮的道理，咱安那教予咱去实践嘛，人才当去实践呐，哦，度人咱就爱有出力，有人会当听人讲话啊，所以咱人有这个慈悲心。有这个不离的心，自然咱就袂安怎，袂杀生啦。咱袂去杀害这众生，吼、哦，啊，会去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嘛。咱会当感觉讲，啊，咱家己当作像咱家己一条生命，咱就袂去伤害。啊，咱人呐有友好的心，咱自然就有啥感恩的心。对咱的父母呐有友好的，这个人其实你唔免烦恼，伊会来做做歹的代志，吼、哦。咱有友好的心，咱自然就有感恩的心。感恩除了感恩父母以外，再当感恩其他的人，吼、哦，感恩所有的一切。啊，咱若不杀，咱才会通常就会当安那，必定度化。伊会当，咱要讲吼，啊，鸡仔迄无吃，鱼仔无甲刣，伊迄吼会造成啥泛滥？哎，恐龙够人吃？咱捌看过恐龙？我相信咱拢无捌看过恐龙，恐龙拢伫倒看到的啊，电视啊，伫课本啊，哦，看到恐龙的，啊，快无恐龙啊！伊遮大只，阁有人会当甲食了了？无可能吧？生物链，哦，这生物链伊自然天地，家己就就淘汰。所以慢慢呐，哦，咱若安尼，咱若嘛叫淘汰去呢？即摆。流行病到有足济，有啦，一个新冠肺炎就淘汰偌济人啊！敢是咱周边的人嘛拢有人，因为都新冠转去啊，哦，所以即、這个咱唔免去啊烦恼讲啊，迄无甲台吼会泛滥啦。啊，我吼无食素食，无食素食是因为缘分咱未到啦，缘分是咱家己去创造的，也是上天要来甲你当头棒喝。有可能你也真正迄个有迄个机缘，上天会因应一寡代志，互你澄清自我。可是我跟你讲啊，大部分啊吼，记得家己诶，想要去食素食，上重要咱家己要先一个自卑心。咱无想要去伤害别人，咱会去爱护遮爱惜遮动物，咱爱先去创造缘分。吼、哦，这个缘分咱家己要先去创造，你看有法度人去喜悦。缘分是咱创造出来哦。上好以前要食素食的时阵吼，嘛唔知是哪要食素食，但是就是感觉讲，拢有一寡机缘啊，一寡朋友拢来讲，啊，你今仔要食素食？我讲，我是安怎？伊讲，因为伊拢无食素，啊，结果伊无咧食素呢，
然后我讲啊，为啥要食素？啊，伊就讲啊，阿姨有一寡迄落下愿的啦，啊，所以食素。啊，就叫我爱食素。啊，我讲为啥要？我讲吼，啊，你有你的代志，啊，我嘛无啥物资源，有啥物食素？伊讲啊，你爱食素是的啦。哎，这嘛唔知有啥物伊安尼讲。然后了，搁看电视，看电视迄阵吼，拢有迄啥避孕好好玩，嘛咧讲点秘密啦。伊讲吼，会互你食你腹肚的吼。拢是你的镭射的亲人，啊，因为人讲骨肉，伊就是把你腹肚做伊的葬身的地方，所以就你食的拢是咱镭射的父母。之外，你的亲戚朋友呢，伊才会当互你，你啊，咱太太哦，你食入你腹肚内底，伊要死嘛，要死伫家己的子孙的腹肚内。啊，好好想，听听，嘛又有所感触。啊，再来，伊讲吼，咱若要食素吼，其实咱食迄肉、食啥，伊味拢是安那，起初咱头前有迄落甜呐、酸甜苦辣，拢头前即几寸，短短的面三寸只尔，毋是你吞到后壁吼，较无味。你家面一块糖啊，你放伫你汤锅呐、后前啊，你去啊感受看嘛，它有没有酸甜苦辣？嗯，没有。它头前有味尔，后壁都会无味。啊，明仔载出来，大家有同款？同款啦！你食肉的人，跟咱食素的人，明仔载出来拢同款，拢同款吼。所以讲，咱有当时要借阿好的好学，跟他讲，安尼是可以练习的吼。我唔敢讲要食素食，我就讲爱当练习。他说练习，去个外国有可以啊。你哪个想要试着要食素食尔吼？吼，你知道，咱拢爱食迄个啥？绿豆椪，哎、啊，绿豆椪内底拢有包迄个肉松，嘿，啊，包肉松啊，摕，我讲，我当时要食素食，伊讲，啊，你当时要食素食，我讲无啦，当咧连来讲，你著食只会较连啦，拢有人会甲你鼓吹哦，而后选你要做挣扎，后选的挣扎，那对是要吃，也是要随着我们自己的意念，你啊，当然啦，当开始想要食素，意念才会坚定。哎，那做侪个诱惑，跟提卤味，什么鸡翅啦、鸡卡，拢个诱惑。哎，无食素的人，对伊来讲，这伊就感觉这平时拢要食物件。啊，袂啊，好学人啊吼。可如果嘛，我如果自己的心嘛吼，咱迄阵好学人知影，那有这个智慧。好学刚刚讲，咱家己的心，你都无法度人去控制了，你要安怎去面对这些无常？你说唔知影无常啊，是知影讲有一寡代志，咱要哪去引导，咱要哪去排解。好想讲好来去听听，然后过来吃。哎，我到一张食素食啦，阿妈食素啦。啊，所以我讲来去听听好啦。好想从迄阵开始就练习吃素。啊，四个月还袂到，咱无通做啥清口班吼。你阵大家嘛做，真正也蛮有勇气哦，要好想来清口的。啊，好学嘛，赞叹家己的勇气。啊，前靠的前靠，后怕后嘛吼，谁怕谁呢？是一亲口下去，其实那个是永永久久。这内底刚有没有考验？有，可是好学刚刚家己的因缘没卖，就从开始吃素了。一挂因缘，咱拢无因为别人讲啊，咱吃素有人在回报，咱吃素先。有足侪人吃素伫公司会用排斥嘞，吃饭吃啥会用排斥嘞？但是好学刚懂，一切人家拢讲赞叹讲，哦，你有够老的呢，你这少年就知影要食素食呢，哦，我拢无法度，我提起十五要食就食袂消的，啊，反而是反而赞叹。二号选的刚刚讲，这因缘拢是咱家己去创造，唔是上帝已经用足侪课程也好，用足侪人也好，拢在甲咱点菜，唔过安那，咱老早去点菜，咱就袂轮回几年，六十五年啊，咱这个。地位嘛昂贵啊，你嘛是搁伫遮无无收啊，嘛是搁伫遮咧轮回啊，哦，所以讲，咱真正上天要教予咱人去实践，就是因为咱人有即个啥地位，哦，足悬的地位，啊，咱咧做，咱不杀生，啊，咱搁有感恩的心，咱对遮动物也好，对遮的人也好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啦，哦，所以咱有即、這个。因果的正面，咱会当去创造这功德，对咱的祖先都有帮助。
对咱的救恩真做够帮助，有呢，咱敢要相信？啊，无相信吗？啊，无咱就相信咱保卫了会转去咱迄个啥无极里天。咱够相信咱保卫了，咱就是要转去做物嘞。弥勒净土，弥勒净土。刚刚大家拢安尼讲了嘻嘻，你感觉咱家己百岁年老，神父一定来把咱带回去，无问题，100%我相信，百岁年老神父来把咱，来把咱接引，咱来转去老母娘遐握手。哈哈，这个叫握手啦。我，叫你，这爱在教育，相信的老母爷。啊，其实你慢讲啊。老菩萨听过了十年的道理啊！阿孙，你够相信百岁以后神父来传出？有无？大声喊出有无？有啦！哦，你妹啊！来，你有相信无？哦，有啊！我十七岁。老菩萨来，他在上面。哦。谢谢菩萨哈！我跟你讲，因真正人讲的吼，笑话阮的故乡。虽然咱即，你讲吼，咱即个画个少年的啊，不过咱个面对着即个，哎呢，敢袂紧张哦？恁即无法度体会，你爱听老菩萨甲你讲，你才有法度体会。当因的身体若咧无好的时阵，因就开始咧讲，老母娘敢真正会甲我带？啊，我敢真正会当转去生活遐？听规半世人的道理，伊嘛阁有即个问号哦。所以各位姐妹，咱既然无相信，你要搁等到你80-90岁以后啊，头壳咧退化，你敢搁会相信？无甲你啊，莫有答案，问自己。所以讲吼，咱拄仔讲要问佛，问佛不如先问家己。咱就是家己一尊佛啊，咱佛要落倒去啊。佛伫底，伫顶面来伫下骹啊。就行。公家真正，哦，好笑，刚刚，第一届，咱的浅显可能就是拢较含蓄的款，无啥物拢没有很坚定的意志，讲咱就是要去你顶面呐。你若讲啊，无，我自驾好啊，我哪会敢讲我要去啊？讲遐上去，咱来拢求道咯。有，咱就开智慧啊咧。有，啊，咱上咱求道时阵，人家在甲你讲，天堂挂号。第二呐，救命啊！虽然咱讲啊，无想到最后，我的身口意，吼，啊，搁做者探亲戚，搁无，但是咱唔免落去遐先受苦呢。咱嘛是爱，咱下当去哩，有可能你爱搁去遐进修，无一困啊，就下当去啊，无叫你遐，无可能呐。咱在座，吼，咱讲，咱无可能直接来进阶到五级里边，不过咱嘛是搁伫咱的弥勒家园呐。咱去底下慢慢进修啊，但是有人的身体较好修。你今仔若是一个无这个肉体啊，咱要遇到够简单？无安尼，咱以前常听过，你无这个肉体要去游，要去学咧阵哦，规落就安那，飘下车哩嘿，底下翻。